后生病也很比较容易快。刘鸿明，还有刘鸿明啊。那呢？然后不，你认识刘鸿明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那你知道周华健吗？你也不知道。算了，好了，算了，我们的银河有没有？对，有看到我们两个中间的银河吗？对，因为上次有那个就是台北的小女生，然后他们是刚满18岁，然后就进来那个夜店，我就问她说，哎，那你们认识周华健吗？她说啊，其实完全不知道哎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，所以你们小时候的儿歌是谁？她说周杰伦。他们小时候的儿歌已经是周杰伦了，你看吗？就是我们这年代，就是跟他讲，那我刚刚说，哎，因为《让子弹飞》这部电影其实还蛮后面的，但他是在大陆很久的一个演员，我就问他说，所以你认识葛优吗？他说啊，我说好，那我知道我们中间的距离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你知道葛优吗？就是演那个《让子弹飞》里面的那个，就是恶心，太恶心了，对，就是他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在这一首张的不是张惠妹的趁早来掌声鼓励一下，太年轻了，年轻真好。Thank you.
桥，这也算是一首